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，在这里衷心的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其实自己没有什么很大的感触，只是在跟家人视频的过程中间，看到家人都坐在圆桌上围着吃火锅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，会觉得自己看看自己旁边，会觉得有一点点孤单寂寞。不过我觉得没关系，一切都会好。我其实就有辣椒炒肉就可以了，其余的我觉得都行。对，我炒的辣椒炒肉还真的是不错的。新年我准备尝试一道蛋炒饭，因为嘿，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，饭要粒粒分开，还要蘸着蛋。其实我就是想多去学习吧，希望可以有时间静下心来去学一些东西，然后更加充实自己。